姐妹们推荐你们一款超级好喝的代餐奶昔，我前面直播的时候喝了一个这个蜜桃口味的，巨好喝。然后刚才我又尝了一下这个草莓味的，把容易踩雷的两个味道先喝掉它。这草莓的我感觉没有蜜桃的那么好喝，但是也很好喝。草莓的里面是糙米，蜜桃里面是那种圆的谷物颗粒球，它每一瓶里面的那种谷物颗粒都有点不一样。像这个芒果的里面也是小球，然后这是巧克力的，然后想要就是我如果怕踩雷的，我就想要那个蜜桃的跟巧克力口味的，也可以找客服去联系备注口味。然后这个它就是很醇厚的那种代餐奶昔，很厚，可以听得出这个声音吧，很厚很厚的这种。然后上面是这个谷物颗粒球，很好喝，草莓的没有蜜桃那么好喝。它的热量哦，一瓶的热量只有140卡，然后每一瓶里面有13.5克的蛋白质，脂肪含量的话只有3.9克，碳水含量15克，膳食纤维含量8克，稍微有一点点的区别，但大致就是这样，140卡的热量，我觉得还是很可以。